可能是全桃园唯一一个日本人主持的日本餐厅。嗨，你好，我是刘安爸。然后我昨天讲到知识不等于智慧，知识不等于智慧，然后最重要的是行动力嘛，对不对？那为什么知识不等于智慧呢？因为如果你今天要成就一件你跟别人有差异化的事情，那代表你必须够专业，那你必须够专业就代表你必须要拥有在这个行业里面比你同业的人拥有更多的相关知识，所以你拥有了更多的知识，你才能够领先别人。那为什么讲知识不等于智慧呢？也就是说，你拥有了很多知识之后，可是你没有去消化，你没有去运用，你没有去行动，去执行，那它就不能化为你的内心消化过的产品，消化过的资讯。如果它没有办法消化过，它不曾融会贯通的话，那只是一堆资料。就好像你看很多书，有的人说，我每天可以看一本，我每天可以看十本，可是你在这么大量的阅读状态下，你是不是能够，有的人可以，那有的人不行，可以把它消化掉，然后真的记在脑子里面。主要原因是因为你今天没有把这些知识拿去实做，拿去实际操作，实际运用在你的生活上，那它就不叫做你的智慧。所以真正的智慧就是你今天知道这项知识之后，然后你把它融会贯通，把它运用在你的生活上，而且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能够回想一下说，哎呦，我当初好像知道这件事情哦，因为他看过那本书，可能是前人的智慧留下来的产物嘛，所以他发现他遇到了相同的瓶颈的时候，可以拿他当初看到的那段知识，然后有效地去解决他目前碰到的那个状况，哇，那个一辈子都会记在脑袋里面，那个就成了你的智慧。那我们在实做网络行销的时候呢，为什么很讲究就是实战实做，实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行动力的展现啊。如果你有办法每天，像我现在为什么会很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希望我可以突破自己这个惰性，让它成为一种惯性，就是每天上传一段影片，每天录制一段影片，然后把它放到我的那个 LINE 生活圈，然后放到我的部落格上面去，然后发布到我的所有的粉丝，让他们看得到，让他们知道其实我是真正在行动，真正在做这件事情的执行者。好，如果你不一定要每天录一段影片，也许你每天吸收一句名言佳句，把它转换成你自己的心得，然后发给你所有的粉丝，你自己收集到的名单，那也是一件好事啊。不见得说每个人都一定要跟我一样做一段影片，那你可以写一段文章，或者是你拍一张，我最近有在教的图文合一的照片，就是你把你的心得浓缩成一句短短的话，然后把它写在你自己的自拍照上面，哇，那更有说服力嘛。但是你下面要注明那个话，如果不是你写的话，你要注明一下出处是哪里，这样比较好。那如果是你自己的心得，那更棒，你自己就写，譬如说，上次就写了一句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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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底下就署名刘奶爸，哇，上面就是我的照片，然后又署名我的名字，哦，代表那句话是我消化过然后讲出来的。那这样子每天做一件这个事情，然后发给你的粉丝，让他们去知道你其实要表达的理念是什么东西，这样久而久之你就成为习惯了。